搂上一小锅海鲜面，哇，想不想吃？太美了啊！加点老干妈。八爪鱼，嘿嘿，今天来一个羊肚大爆头，这么大的爆头不加辣真是可惜了。哦，辣椒面，嗯，哇，太过瘾了，老铁。我愿意用这两个大对虾跟你们换一个双击，行不行？就换一个，开喽！哇，这个还是个母虾，嗯，来点汤。这个留给你们，嗯，虾头，小龙虾，搂一个。大虾尾，嗯，进来的哥姐们。给个双击，谢谢了啊！这帝王蟹腿吃完了，吃壳。听说头盖帝王蟹能像燕梅，好久没这样吧？咱哥姐能不能给我个双击？为你们双击我拼了哈！开了，你们看看里面的结构。哎，里面是啥玩意儿？哎呦，这好哟！嗯，帝王蟹过瘾啊！感谢老弟够名的，能不能给老弟来个双击？大家关注，谢谢啊！哎呀，哦，你看这个，看到没有？哇塞！够大不？待会儿再整理吧。我还是要先把包头给它整了。包头没有大米吗？没有好像。嗯，我感觉到了有，看到吧？哇，这就是那像那个蛆一样的，是不是？看到没有？这就是那个大米，这下知道了吧？
吃饭的时候别说话，自己的不嫌弃脏，你知道吧？你要别人的话你就嫌弃脏啊，是不是？嗯，还是没毛线，吃不动，来个海螺吧。哎，黄呢？哎，黄在这儿啊，卷的。哎，鳃呀什么的给它去掉，肝给它挤一下，也给它去掉。好嘞。这喇叭该修了，还有喇叭不行，人家那好喇叭一下子，破喇叭该修了，该修了，还不如我们家电动车喇叭响呢。熟了，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螺的？无从下手啊！这个有没有告诉我，这个怎么吃的？你们知道这是什么螺吗？有的人说这啥螺呀？这是猫眼螺，我把它壳给它扒了。猫眼螺黄特别香，直接可以吃。太香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哎呦，啊，断了，这个断了，弄出去，哎，我去，哎呦，出来了，哎呀，不能浪费，裤带拿下来，杆挤下来，哎呦，这大肉，海鲜熟了，来过。猫眼螺是最鲜美的，个人感觉比海螺好吃。咱老铁手机还有没有电？有电给我点个小爱心，谢谢啊。椰子螺熟了，开了碗，数四一个。这是我卖的虾子，你看看大不大啊？哦哟，翻炒一下啊！哎呀，这虾怎么样？你看看质量啊，看看怎么样？看看看。
加点这个不用加那个老抽了，加点那个酱油。哦，这是老抽，是老抽，加一点吧，不要紧。嘿嘿，哎呀，加上，哎呦，醋去腥，叭叭叭叭。这个炒虾时候就不用放水是吧？就这样就行了，稍微有点汤就行了，不用放盐啊。这是我炒的虾啊，看怎么样，这个头你看大不大，你看这么长，比我的手比我手少一点是吧。虾炒的方法有很多种，像我这样来直接炒也可以，水煮最是最简单的。哎呀，嗯，看虾，哎呀，太棒了，都是我卖的啊。